听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收听《台灵兼生地》的节目。我是节目主持人吐血法师老一点哈。来，咱这个主题哈，其实也是讲到长啊，因为什么物件拢有这个一体两面呐哈。啊，两面一面就叫做真，啊，一面就叫做假哈。其实就事实的发展，也是讲科学的角度，其实本来并无这个物件，但是吼。有当下你徛角度无同款，啊看就诶、欸，人讲这是真诶，啊我看那是假安尼吼，甲角度有关系吼。过来就是咱咧讲吼，其实物件本身因为伊诶本质会改变吼，啊过来目的会改变，所以有当下嘛真假吼会变来变去吼。那么所以这个佛教才有这个度化这个观念度化吼。即我讲诶度就是讲，其实你甲目标改变吼，诶、欸。本来歹就变好了吼，啊化就是讲变化，你本身调整你的本质吼，诶、欸，这就改变了，迄个本来人看的是 A 啊个，哎呀，那改变了怎变 B 去啊？吼，我们周楚除三害，哇，诶、欸，这故事大家拢冇听过，讲一个，古仔这当然唔是真的啦吼，讲有一个人姓周吼，周楚啦吼，好啊这吼。地方安尼吼，靠着伊拳头要大粒，啊是汗臭个赞，哦啊是真，规身躯拢生甲全迄个花肉，吼、哦，看着袂爽，吼、哦，一拳都摸落好啊，迄摸落骨头拢酥了了，规个拢用要吊电梯安尼，吼、哦，超严重，啊这个吼，有一工人就讲啊，咱吼，这个咱这个城市吼，吼，大家上惊啥哩啥，哦。北海高粱，哦，就是溪仔底有一排河里有一只嘞，哦，会食人诶，就讲烤鱼啊，啥物啦，反正古早这个蕉甲这个，哦，鲟龙鱼未食人哩吼，敢若中国迄是江内底嘛，江内可能是烤鱼，哦，诶，同个恐怖，哦，啊，世间有只恐怖咪来，我来看，我这力大无穷来看看，吼、哦，诶，跳落水底，诶，真正一只烤鱼走出来，吼、哦。要吃吼，啊，想袂到这个烤鱼力都输这个周楚吼，周楚比这武松较厉害，武松是拍虎呢，这个周楚是怎甲烤鱼抓咧吼，嘴怎甲掰开，咬一下哇，嘴煞怎开怎合袂当来，烤鱼我了受困，这要甲你剥咧，怎叫你怎惊一下，嘴煞开啊，怎那啊那啊那嗅咧嗅咧，靠要。嘴煞无食物件，失去食物件功能，那乌鸦叫拍死人。哦，迄看顶大家看到这市民大家拍破啊拍，啊赞赞赞赞，哇！周楚你实在惊死人，你这个力量吼不得了啦，哦，还比迄、那个比迄个武松较厉害，武松是拍虎尔呢，啊你甲口气煞乌鸦甲冲死啊！哎，啊恁阁有惊啥？恁阁惊啥物件？你老实讲，啊到南山迄只猛虎，那猛虎啊，那口气都死啊，猛虎嘛甲，哦，走去南山。拄到尔咧，好嘛，叫乌鸦拍死啊！各位来，各位有啥物歹人啊？嗯，这市民大家点，啊，无人敢讲，无啦，啊，太无，啊是安尼，大家拢讲有本市有三害，啊，我两害啊，我厝低调去啊，嗯，我一害上，拢无人敢讲，这高囡仔来，你这吼，这我看到一个八岁高囡仔，吼，伫遐。目睭金，你来看，囡仔拢会较讲老实话吼，就是国王的新衣吼，这嘛是囡仔讲的，童言无忌啦吼，无禁无忌，食饱哩吼，啊，阵讲唔对，大家嘛感觉会原谅吼，较袂感觉报冤仇咧吼。来囡仔，你讲第三害是啥物啊？这他讲了本期有三害，哎呦，大口杯啊，大口杯啊，啊，都你讲你啊，你就是第三害。哎呦，我这市内大家拢足惊你，啊你有当时啊食食咧，啊无赚钱你就共摸，吼，讲要甲你收钱，你头壳下落共买落，吼，啊有安尼，我伫个路边安尼，互你，吼，互你整一个安尼吼，吊电梯，吊大吊钩，大吊钩吊足一工，啊你安尼，大家拢后尾惊，看到你就惊死，啊欺负善良，吼，欺负这，吼，你，照你方便，你要欺负上就欺负上，无人怕赢你，吼，这周楚听了，啊是我哦，哇面拢红起吼。叫伊回去了，怎啊开始学乖乖乖？一个囡仔讲出实话，啊，原来我就是去用看不起的这个三害之好，我从此也改过自新，绝对
啊，人安那加骂也是吼，啊，我要去吃物件绝对值钱的，我未使讲我靠我大头大块大背我就硬摸吼，啊，人唔敢收我就吼大摇大摆，感觉就原来我就是第三海，等于改变伊吼。做人处事一寡基本咧嘛无介困难吼，啊你食物件付钱啊吼，啊看到人靠恁个叫做，那拄到迄个年纪啊大阿伯阿姆吼啊阿婶吼，啊拄到囡仔头壳碰者囡仔你乖来阿伯这大块伯啊提这个吼，这两仙钱啊你去买糖啊吼，你拢做这個，改变安尼就好啊吼，哇那从水也变做吼，就这三害怎啊自动卖？三害伊嘛较多，都是拄着过去的伊家己啊，吼，这种的，就是化，吼，甲化改变啊，吼。其实宗教有一个足大功能，其实会当互人有发生变化。不管什么宗教，我即马毋是讲干佛教尔，吼。其实听众朋友，你若有注意看吼，其实包括吼，我印象吼，你若信一个教，吼，信一个宗，啊，信教吼，足虔诚的，注意听，一定也是甲虔诚甲安尼吼。信甲小可头壳破个，甲分开破个就讲，啊你信甲安尼叫做做一挂非理性个代志。信教嘛会使同时保持你的理性啊，因为宗教甲科学是并存个呀，吼、哦。啊你慢慢信甲讲，我只要做一个什么，哦，摕一块符啊，哦，啊啉一个什么符啊水，啊我就变做安怎，哦，也想个离谱，啊都不科学伊啊，吼、哦。伫科学认定的范围内底，啊你照你个宗教甲你改啊，哦应该。读圣经啦，应该吼尊敬什么神什么人啊？道教嘛是啊，道教人嘛伊一套啊，吼、哦、佛教嘛有啊，佛教嘛有啊，吼、哦。你照你主要看迄所谓你只要有信宗教，信到一个虔诚的程度，迄、那个人感觉迄个气质拢会无啥共款，吼、哦。我讲这是真的咧，你听听你唔是你吼、哦、用较深入的眼光看，吼、哦。看这个有信教的人啊，信教两种吼，师师有两种吼，信教也有两种，有一种信教头壳拍带拍带吼，啊有诶吼，信教怎啊那伊只，佮伊本性啊，无佮嘛足自私诶，啊嘛足惊代志啊嘛啊吼，啊拢后壁嘛讲人个歹话，啊人也无佮伊同款，伊就讲人个歹人吼，即嘛足侪话信教信到边啊呢，吼，啊你较信教你。你是信啥？信头壳一空，头壳迄空怎啊走出去？迄狗怎啊对遐入来？啊对，尻川放出去。这个，你信迄个狗，我都唔知你是信啥？唔是迄个狗歹哦，是你家己有问题吼、哦。我听你讲有这种有个人吼、哦，信啥物庙师吼，做庙师的这个义工啦吼。哦，常常提钱去捐献吼。伊个厝边啊有一个真正作善的，啊真正也唔是跋筊，也唔是安那，都真正吼、哦、低收入户啊。忏悔吼，伊拢从来毋捌关心过，定定拢安尼一个月摕3万、2万、1万5千，摕去孝敬伊，去拜迄个法师，去伊去关乎迄个去金庙寺，甲你假讲你安尼吼，过来神拜甲咧，啊你老爸老母吼、哦，看到老爸老母完全臭干胶吼，啊，敢那想到老爸老母，敢那想到伊财产吼，啊阿无老爸老母老啊，阿无要等于关心，无要去陪一下吼。哦你甲我讲，你好信什么宗教？信到外好，我哪要信？你家己周边，你都甲你生出来老爸了，你都无尊敬啊！你甲我讲，你尊敬一个神，你就真笑的吼。啊，过来吼，好、哦，有咧，这我嘛听做一人讲，好、哦，逐礼拜爱初一十五还是当时好、哦，啊，就去对金庙寺，去揉土卡，因为庙寺吼咧，基本上咱台湾的。庙上道教是较大众化，大家会使行来行去啊，出出入入。你只要遵守一寡规矩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哦，未使对大门行入去，吼、哦，未使对倒出边行入去，哎，正边出，吼、哦，啊倒啊倒正边入，倒边出，出来这就不。除了这以外，吼、哦，道教庙里较凊彩，大家只要有香啊，要拜拢会使，吼、哦。当然同我想那有添油香啦，吼、哦。添庙公会较欢喜，啊无要紧，你就去拜呢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啊若佛教的吼，佛教伊较重迄个气氛，吼、哦。一般庙是有搞拢会切，吼、哦，但较山顶啦，较增加，嚯、哦，切落安尼更更紧紧吼，啊，这法师若较有说服力嘞吼，哦，一挂信徒嘞，啊，照时间轮班来摇土卡，吼、哦，啊，迄个吼，这个，你拜拜你跪这吼，迄、那个所在要清气啊，门啊要清气，看起来足庄严的，哇，真好吼。哦，我信徒拢做者，但是你若讲恁家嘛用甲遮清气，我嘛感觉你袂歹吼。无、哦、啦，有诶厝安尼，啊，伊家平乌白平，啊，
靠呀，那时间到伊就去遐揉搓啊。伊揉搓啊，其实心内就想，这个吼，阮师傅讲，我若安尼揉，我就得到福报，吼、哦，啊，我钱会赚足济，吼、哦，啊，阮囝就考着博士，吼、哦，就阮兜就愈来加温愈来愈好，就你想家己啦。靠呀，你家己厝内有够乱七八糟，你去七秒时七个清气，清气清气咧装笑诶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拢吼本末倒置啊，对啥？这。但是这种啊，在我的想法，这不是叫做虔诚啊，对，无实在啦，迄个靠要啊。咱那实在的人真正有信教信，家己的教义啊，伊迄、那个伊迄个法术，还是迄个神，还是迄、那个伊迄个信仰的中心哦，伊行为啊，啊伊教示，你真正有学落来，真正你融会贯啊，我生活中就在学像安尼。你若有迄、那个人的气质，拢会足大的改变，所以。以这个角度看，宗教虽然一定啊，不是介吼，也不是介科学的物件，我嘛吼，到目前也无找到一个讲我会投入的宗教，但是呢，我感觉对社会来讲，其实宗教唔是啥物歹的代志吼。那么至少开人会当为着一个物件来改变家己来化吼，度是过另外一个学问哦，度化吼，度我讲的有当度就是吼，改变一个目标，伊就诶，这个物件是歹的，煞变好的吼。像刚才我讲，咱即马台湾咧推广这个太阳能吼、哦，那么这个一点，我才二十几年前我就想着，其实台湾吼，吼、哦、风力发电甲太阳能拢足适合，安怎讲？迄热天热翕翕吼，过、哦、来咱台湾迄、那个，你若甲世界其他国家比，因为咱人口密度足悬的吼，那、哦、全世界即马人口密度上悬有几个国家吼、哦，这个吼、哦、这个印度甲缅甸中有一个孟加拉吼，或、哦、者、哦、人口的这个密度足悬吼，啊。荷兰、澳洲的荷兰密度嘛，这款伊加台湾差不多4000平方公里呢。荷兰的面积才40000平方公里，吼，咱36000，啊，伊40000。但荷兰伊的人口数才15000呢，我印象中几年前看，这么来计也减吼。咱台湾是比荷兰更加小哦，但是有2300万，这干那看这个领土面就知道已经足钱。过来，咱台湾有差不多55%的所在是根本袂使住人，就是山啦，迄山伤惊吼。迄、哦那个丘陵地还阁会使，咱阁算讲啊勉强吼。但是照讲你若去日本看，日本人来迄个青山嘛无哩，袂使起啥物庙啦、工厂啦，啥嘛袂使种植物。咱台湾迄丘陵地拢共种落，啥物槟榔啦、啥物吼，梯田街拢开落去吼。咱只5%差不多40%至45%的所在会当住人，结果咱钱比荷兰较济。诶，人，你知影吼？咱的密度其实你若照这个平原地带吼，啊，甲千山啊、山坡地会使住的人，甲比起来吼，咱的人口世界密度上，啊，世界密度上款有啥物特色？厝一定足侪吼，工厂足侪吼，啊，即条所来咱讲，啊，过来台湾阁是迄、那个吼亚热带气候阁北回归线，一般来讲上较标准的讲，北回归线以南就是热带啦，吼，北回归线以北。就是亚热带，啊，北回归线，吼、哦，一北边，个靠遐都带都嘉义水上以北，啊，就像吼嘉义市啦，吼、哦、彰化啦、园林啦、台中，这拢以北就是拢亚热带，以南高雄、台南、屏东，吼、哦，这拢热带，以这种气候，老实讲，吼、哦，适合太阳能发电。那么太阳能发电。吼、哦，这一点我才20几年，我就捌伫这個国台提案的时候，捌写过。啊，你足简单嘞嘛，台湾的所有的处理来建筑法规来盖过，吼、哦，你的厝顶，吼、哦，啊是你的东西向东西面的树啊，那会当改做，吼、哦，太阳能板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吼、哦，你政府你，比如讲你抽水，你有几平，甲你治水，吼、哦，你若正好会当吸收太阳光的时候，弄个有装这個，你起起来。政府给你滴水，吼、哦，你房屋税给你减偌济？我跟你讲，大家绝对斗到唔在人，我这未歹呢，啊，斗，吼、哦，过来，厂房才有大，吼、哦，厂房迄位咧，迄、那个大厂房，一两架地的这个的厝，啊，顶悬创啊，盖一个迄、那个，盖一个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波浪状的迄、那个铁，吼、哦，铁厝尔，对吧？浪费嘛，对吧？过来，所谓什么低？饲猪的饲料、牛料，吼、哦，饲鸡鸡料，啊，这有诶足大片诶，一盖拢饲几落万只，遐你诶厝顶拢盖太阳能，我来讲，啊，这就是赌啊，就是讲，你吼，除了你诶收入本业，迄未影响到本业啊，咱即卖有诶台湾已经有咧创啊，做重电，吼、哦，啊，重电其实有淡薄仔咧欺骗
即、這个民众欺骗政府欺骗民，其实你下骹拢阁会使做物件啦，吼、哦，拢会使饲鸡啦，饲啥物，你只要，吼、哦，啊，电出来阁会当家己用嘛，会使要卖互台电嘛，会使。即其实，即我二十几年前讲，即个物件，吼、哦，你若你家伊你起物件，你毋是干那要饲鸡呢，稍微改变一下它的多一种用途，哇，你。你这个经济价值就搁提高啊！哦，你看，就干那这个干那干那太阳能板这个用在咱的所有台湾的厝这，本来厝这人口这密度这是一个吼，咱做压榨的代志。哎，那你若全台湾拢安尼推广，这不得了呢！哎，你茫看哦，那全台湾的平原地带，台湾吼、哦，当然田袂使用到了吼。哎，这干那都市区你卖济啦，这个它土地面积的3%-4%。改做太阳能，反正不得了啊！呢，这不得了吼、哦。那么赶快呢，道理啊！你讲全世界吼、哦，你地球，咱讲哇，地球即马特别暖和，特别海，特别海吼。诶、哦，其实地球上有足侪所在是沙漠地带吼、哦，沙漠有哪占咱的陆地的足大一部分？你像迄个非洲的撒哈拉吼、哦，撒哈拉沙漠，阿拉伯吼、哦，印度嘛足侪沙漠吼、哦，美洲墨西哥啦，这个Texas 的这个德州的这个较东边哇。哇，这个山这边，足侪沙漠，吼、哦，甚至中国嘛，中国诶大戈壁，吼、哦，什么，哦，中亚地区足侪沙漠，你若，哦，有石，即马阿拉伯就挖着石啊，但也是土脚底啊，吼、哦，那你哪会当规个沙漠有计划、有系统啊，变作太阳能板？靠，要这，迄沙漠遐大坑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有一个沙漠就等于几来个国家，落二十国内，落地袂甜，安尼会？土地你提来太阳能发电不得了哦，吼、哦！你看，这其实度化足科学面啊，不是干那底下讲哦啊，讲神啊，讲鬼啊，讲这个话无吼。其实度化真正会使做物件，度化吼、哦，咱小可能继续等来。